睛微亮，我睁开双眼，长夜漫漫总有散，来到故事终点。如果有人问此生不悔，碰触着你的地方刻下纠缠印痕，说再见不是离别，何必追赶着句点，思念在一瞬间倾倒地平线。擅闯我玄门驻地，说你们青丘又在谋划些什么？不回答，哼，不说也罢，就地诛杀便可。林飞师叔，只要你独自一人，你没什么功法，想必是误闯。两族交战不伤百姓，这是玄门先烈立下的先令，还望师叔手下留情。如今这玄妖两界局势这么紧张，你却帮一只狐妖求情，西风，你莫不是被这狐妖迷了心智，欲背叛我玄门吧？弟子没有，方才似乎是西风师弟先遇见的狐妖，他似乎确实没有对狐妖动手啊。弟子从未对此妖女动过半分真情。普风，一个陈兴山区区四星弟子，也配与我青丘私通？我认得你，你是帮着素影抓九尾狐妖的婢女。怎么，你们玄门的素影被我们龙主诛杀后，他的婢女都能说上话了？满嘴胡言的狐妖货，说你来三重山到底是什么目的？你帮着素影害死我们云溪公主，杀了我青丘那么多人，我就是来杀你的。我讨厌你们玄门人，我是见一个杀一个。开枪又是技术叶回，普风，你没事吧？叶回，叶回怎么还敢？妖龙不在，你还敢擅闯我玄门驻地？万物之灵，任务极佳。走，我带你离开。走，想逃？叶回，我没事，他受伤了。你们给我诛杀妖龙！那掌阴痕，他被伤到了内腑。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。医者如何能医己？走，我带你回青丘，大谷主一定有办法。走。
我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奇怪，前些日子他们明明就看见我们了，为何这地方竟然没有人把守？你我避过玄门驻地即可，此处阵法并不需要人把守。这是黄金掩玉。黄金？这下面流淌的都是黄金啊。龙金五行为木，五行之中金克木，素隐将我的龙金藏在这个黄金岩玉中，以金剑长天，封印于此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此处如此灼热，又暗藏术法之力，要过去不容易，难怪没有人在此看守。我的龙焰之术你可还记得？这管用吗？世间炽热之物乃是我的龙焰，你说呢？以火克火，你可真聪明。是以火克金，走吧。你这龙筋就在这下面。红烧龙筋。我开个玩笑。红烧龙筋不香吗？你这条龙学坏了呀，越来越贫了。近墨者黑，办正事吧。我在此处守住长天剑，保证阵法不会合上。快去快回。你坚持一会儿。烟灰和妖龙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不得好死。黑气之主，黑气之主，广寒门云梦仙姑真正的主人是你。就是你指使云梦让我用血祭术唤醒我阿姐，是你害我功法尽失。害你？是你自己要救你阿姐，我只不过给你一个办法而已。
做选择的是你自己，而且用一身功法换你阿姐苏醒，难道你觉得不值？你后悔了？我，你既认得我阿姐，你最好立马放我离开。我要是有半分差池，定有你好看。放你离开。是你自己要来的，我知道你有许多不甘。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叶回，他终于被师兄处罚了，他也有今天。我还知道你不仅仅只是想让他受罚而已。当然不能只是受罚，这怎么够？怎么够？你想杀了他吗？我功法尽毁。你这一身黑气，可抵寻常修仙者十年功法。你想学怎么用吗？嗯？我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的嫉妒和憎恨会让你获得无尽的力量。跪下吧，接受我的馈赠。酒便已到，明日再继续。